漫画新作《狗熊栽了，熊猫慌了》。大狗熊啊，想强奸乌克兰，结果被夹住了。哎呀，那个疼啊，龇牙咧嘴，哇啦哇啦乱叫啊。莫伸那啥，伸那啥必被夹啊。旁边熊猫啊，本来也想强奸邻居啊，现在慌得一塌糊涂，尴尬了啊！这下咋办？这就是漫画的魅力啊，针砭时弊，其中寓意不言自明，大家一看都会会心一笑。这张画啊，将来说不定能进历史书或者博物馆啊。这就是漫画的魅力。有收藏价值，感兴趣的朋友啊，可以私信详询，原稿可供收藏。涛，努力的创作啊，大家拼命转，涛就拼命画，谢谢大家。